演艺圈说起来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工作，大部分的人呢可以每天都嘻嘻哈哈的，那运气好的话可以赚很多钱，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可是还是三不五时就会听到有人说他要退出演艺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所以我想很多做明星的人呢，多多少少就想过这一天是不是会到来，然后自己会不会真的退出演艺圈。我们欢迎我们的五位来宾，欢迎。这五位当中，西弟，你有在想象他退出演艺圈的人吗？我希望陈汉典赶快退出。为什么还不退出演艺圈？我觉得站在这边是一种幸福啊。你留下来干嘛？留下来跟大家同乐嘛，交朋友。谁要跟你同乐？交朋友。演艺圈其实包伟明先生因为经营生意的关系，对，我还有做副业。你上电视本来就没那么多了。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啦，说实在话，演艺圈是一种兴趣在做。所以最近算起来的话，一个月会上一两次。我最近上的比较少，对，因为有些我觉得可能属性不同，不太适合，他们也不太适合我。那聊什么话题你会二话不说推掉？聊一些八卦吧，太多的八卦，而且不切实际的八卦，他超适合聊，他在演艺圈资历这么久。对啊，你应该知道很多八卦吧？其实是听。比如说，谁跟我聊一下，谁跟我聊一下，我都大概知道，但我很少从我嘴巴中去讲。那你听过以后，又没求证。你听过以后，你看到那个当事人，心里面会觉得很尴尬吗？稍微会毛一点，尽量避开。就比方说，如果传出一个假设，说传出一个小珍曾经勾引过哪一个你认得的大哥，那你下次碰到小珍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冒出一个冷笑声吗？我应该。可是你会相信吗？我其实一半一半，宝宝会忍不住讲一下，是不是？他的个性应该是会比较直接。我看人，我会看人。你看到不正义的事情会忍不住要讲，是不是？我私底下会，因为像我跟包大哥，因为我觉得他跟我的认知都会比较相同，然后我会聊聊完之后，其实像前一阵子有媒体曾经访问过我说，宝妈现在有某些主持人封杀谁这样子。哦，会不会你要说抹茶冰淇淋？某些主持人抹茶太多。然后那天有个新闻出来，就是说有个主持人很喜欢封杀这个封杀那个，然后水果报纸的记者就一群围过来我，因为他有点名我，里面有你在，对对对，然后我就讲了一句，媒体就走开了。我觉得真的大家学习一下，宝妈。当然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就跟那个媒体说，不好意思哈，宝妈真的没有很多钱，但是我不缺钱。什么意思？你没有人可以封杀我啊。没有所谓封杀，我没有为了钱而上通告，那你何来封杀我呢？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通告委屈我自己，过去奉承你或者怎么样？我没有必要。所以你一说我不缺钱，记者就不再烦你了？因为他觉得问不下去，因为他本来想说，如果过来问我，不会，我一定会继续问下去的。那宝妈，你钱是哪里来的？我很想问啊，怎么会有明星？如果说他不缺钱，我绝对要问下去的，太有趣了。但是其实我本来就不是在当艺人的一个人。可是新妈的钱是女儿给的，还是说你后来进演艺圈自己？当然不是，其实我一直都不是在靠。新妈的钱不是女儿给的，那更令人好奇钱是哪里来的。钱不给的吗？我跟你讲，我的前夫呢只会惹麻烦给我，而不会给我钱，好不好？就是那种，比如说传，他今天不想跟曾志伟道歉吗？你知道吗？就我真的忍不住，你知道吗？你也太好激了，你也真的，人家只讲两句你就讲了八句，干嘛那么出来？没有，重点是你会忍不住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还说他前面还说要跟宝妈学习，学习。忍不住，道歉开始了吗？要先把，先把毒排掉。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那个毒没有排掉哈，你知道人生人的那个晦气呀，和怨气，永远都会在那个。而且我告诉你，道歉还讲不出来，讲的有点闷，而且讲回去会那个。宝妈今天要聊说，如果她离开演艺圈之前，她最想实现的一个愿望，我觉得实在可以靠曾志伟先生完成，就是因为。宝妈想要演一个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曾志伟投资那么多电影，完全可以让你以他这样 label 来讲 handle 的能力是。你为什么不叫他让你演戏？我觉得很尴尬，你怎么可能去跟曾志伟先生说？其实曾志伟哦，他坐在那个地方，其实他的脑海里面一直在想说，哎，我要拍一部什么戏让蔡康永演？我要拍什么？拍一个什么戏让小孩子演？演得非常非常好。他其实他脑海一直在转这个，但他从来都没有。那你就灌输他这个，他就会为你想一个戏嘛。哦。
我所以你跟他是有禁忌的，是不是？你不敢跟他讲说，哎，可不可以让我演一下？我曾经跟他开过一个玩笑。我觉得不是禁忌，我觉得是他的个性。我觉得宝妈是很传统的，因为他以前跟他相没有，他以前跟他相处，他一定不多话，不会主动要求，他是这样。对，连离开的时候，他只提过。但后来我习惯了，就是反正就是跟他讲话，我还 是。我们现在好像有在香港播，哎，要不要我们就直接跟他讲？对呀、啊，对对。好意思呀、啊！来不及的转台，就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喊话说叫曾志伟下次监制电影的时候把宝妈的角色考虑进去，这样应该听得进去吧？也不是说你演唯一的女主角啊。我觉得他会有压力，因为曾志伟不太喜欢把自己的家人就是在工作上面混为，就是他不想整个工作 team 是因为曾志伟讲一句话说，哎，这部戏要不要找我的前妻演，或者这部戏要不要找我女儿演？他不是一个这样子工作的人。瓜哥不会替你做这种事吗？不会啊，所以我说他跟瓜哥很像啊，两个都一样。我们出去买东西，他也都分得很清楚啊。瓜哥不会替你说找一个戏说这个让小珍演吗？我跟你讲，我一刚开始进演艺圈的时候，那时候在10做模特儿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公司下一个协议说，我什么东西我都可以。就是可以考虑去接，然后我都不会，就是我什么都答应你，但是唯独就是如果这个厂商来是因为说，哦，那我认识，我跟你爸妈很久好朋友，所以我来找你这个我都不接。不想要靠关系。对。可是如果你拿出说我要退出演艺圈了，最后一个作品可不可以让我这样，也不行吗？他可能会觉得说，那你是早点回家当家庭主妇，因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台湾的观众怎么会这么善良，怎么会这么可爱？一个48岁的老女人还可以出来当艺人，你们台湾观众是怎样？你是这样。我那时候48岁，你不是才33岁吗？对啊，宝妈，你怎么叫？这档戏我没办法跟你演。说谎越来越自然，因为我要看小 S 要不要加入。你不是才33岁吗？我以为是54哎。你在加我？被你斩了。哎，他说他台湾的观众接受度好广。他们也看白云呢。是啊，不是？那我平常都在搞笑啦。不一样，你还有功能。啊，对了对了，就是说有什么话，你什么那宝妈怎样没有功能？不是不是，宝妈都是废物利用，你知道吗？还有功能呢？基本上宝妈呢，其实她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她不是做很多煲汤吗？对，很厉害啊，所以她也是老师姐。那看到我们的不一样，看到我们是开开心心的啊，笑一笑，晚上比较好睡觉，就这么简单。私底下有讲啊。你知道很多名要过给他，你就最后一次了吗？不是，他怕我爆血管，你知道吗？他越来越胖，你知道吗？他说我越来越胖，然后呢，会不会有一天我走路走到一半，那血管爆掉？那时候说我有的车子啊，什么摩托车、房子，有什么都给他了。还有孩子啊？哎呀，还我有两个孩子要给他，他不要哎。而且你现在血管爆掉也方便，因为你自己不是在经营那个吗？殡仪馆吗？不能去。方便，很快就来了。老板死了哦。自己先定了 ，size 早就有了啦，不是，就是说也是别人。你有试躺过棺材吗？啊，你有试？有，我躺过棺材啊。你的 size 有对的棺材吗？但是应该旁边有碰出来，椭圆的。对，然后可能如果人挂掉会缩水一点。哎呦，这有经验哦，缩水一点，有经验会多水一点哦，然后还会脱肛嘞。我跟你讲，其实呢，我以前呢，我是讲真的，是你要提的嘞，不然我会讲吗？对不对？我们讲棺材会提到脱肛，你真的很奇怪。我跟你讲，他如果平放放不下，可不可以侧着？你说这个，侧躺着。啊，因为他有真的。你可以把我折起来啊，再塞进去啊，然后把它抽真空啊。失算了，你这边。